巾帼双麒麟二店就在京城商圈巷弄里小野食堂对面。对古街二十隔壁蓝白色系绿意点缀。还有彩绘墙及木质条桌以装潢空间规划舒适。目前还找不到店家粉丝页 Pinkbird 巾帼首置地址。台中市西区京城五街14号营业时间 ,13 点到21点。以前常在京城巷弄中游走，现代慢慢又开了几家，一直很喜欢京城商圈这边的房子，有自己的小庭院。植物栽种的好看，炸开的鲜艳九重葛，穿插几间咖啡馆，走在小巷中都是一种生活惬意。 Tilda 宝蓝色很抢镜， Tilda 上到二楼窗户引进充足光线，干净清新， Tilda 还好不是干燥花，绿意带来的生命力感受是不一样的。草莓双麒麟90美元，双麒麟蛮多的，也带来跟彩绘墙拍照， Tilda 天心地给房地的小纸圈，一旁插上饼干，淡淡草莓味，甜筒够酥脆。坐在二楼边吃边等鲷鱼烧边在拍照， Tilda 黄金鲷鱼烧50美元，口味是卡士达，里面还有麻薯，记得趁热吃， Tilda 一手拍一手要撕开，想拍千丝照，好难， Tilda 下次来请这位店员帮忙好了。哈 Tilda 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 台中西屯 Gelato Kick Cafe XTSUJIRI 实力茶铺，史上最强联名抹茶可丽饼，台中星光三月中港店 10F 台中北屯南天朝食所日式早午餐，用心好吃，会想再访。台中西区五街20 Cafe Bistro 京城巷弄新开早午餐，结合单车商店复合式店家。台中西区三合叶酱烧料理价位都不超过200元，有请饭、汉堡和沙拉及炸物，还有儿童游戏区 Tilda。台中西区小野食堂京城街老屋改造明亮舒适，好拍空间，处处可见用心，自家制糖羊炸鸡定时和牛肉咖喱不错。